彰化市区发生一件在火车甲救护车相撞的意外。这救护车原本要载着病患赶去病院的时阵哦，却伫即个十字路口，和一台车顶直行这火车，为这巴肚边甲撞落哦。好佳哉哦，车顶的人只受着轻伤，由于这整个过程哦，救护车拢有鸣笛，这小火车是安怎无来让这救护车嘞？这个做事的责任哦，恐惊是真歹厘清。救护车行车记录器录到轰隆隆的声响，好佳哉冲浪的力无大，救护车顶的伤患只喘一条，并无啥要紧。意外现场就伫彰化市中山路甲仁爱路口，这台救护车载伤患要去彰基，伫咧这个路口拄到红灯，虽然沿路拢有放警笛，不过也是轰隆隆。你们有鸣笛吗？有啦，那个一定的啦，那有可能无鸣笛。您是为着要载家己的？我们要为要去漳州啊，都要到位啊。所以那时速大概多少？其实这个红灯，这个都很慢啦。对啊，所以你这边哦，你是红灯，所以你们有减速啦哈。一定，这个一定要减速啊。江苏消费车驾驶讲，伫咧路口等青红灯，虽然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，不过看到车顶一开镜就弄掉。听到无听啦，啊头前都一台车，绿灯啦，在伊后边，我听到卖在伊后边，啊绿灯啊，头前有一台宝贝啊冻掉的，啊阮豆豆啊出来的时阵，伊就袂赴啊，因为阮冇动啊。因为根据交通法令，任何车辆拢必须爱内让消防救护车，消防车虽然是车顶，不过做事的责任恐惊会真歹赔清。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。